谁能比他是更鲁鲁阿尔卑斯山守难记？我现在就是名副其实的小莲，因为我在阿尔卑斯山上。高山上的小女巫，住着一个小女孩，她是一个小天使，美丽又可爱。她有一个好朋友，却是一只小蛇妖，每天都在一起玩，生活真舒畅。你才不是小莲呢！露露为了新歌 MV 远赴阿尔卑斯山，只是在一大片的梦幻场景下，露露根本超狼狈。要怎么样把羊叫过来嘞？我们就首先要使用那个 cow bear， 可是这个是 sheep bear， 呜杀杀杀杀杀，然后那个羊可能把它就在低头，然后听到他们就这样，全体这样。被牛牵着走，体验太特别了，超恐怖的。这是我印象。夜流星到底在哪里？哎，那边是个斜坡哎。我们会失去一颗水果。那颗水果要价，这颗水果要价多少呢？这些水果花了1800吗？一颗都是我的宝贝。好的好的。你再给它丢在路上，我就动动动动，放下去。传说中的长脚号 Alphorn You have to press your lips very that could be 我觉得不行